的特殊的地方是说，不是利用上课的时间哦，都是在周末假日。那社区的家长亲子们哈，全家大小都可以利用礼拜六或是礼拜天的时间到学校来观赏这两出戏嘛。那当然这个除了演戏之外哈，演儿童剧之外，还有那个戏剧的互动区。那戏剧的互动区可以让小朋友从那个戏剧的工作坊那些互动体验里面去做一些开发。那小朋友做体验的活动，他可能会更加有感觉，然后对我们整个一个细胞小学堂的活动会更加的精彩。那我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们，我们所有的市民们可以注意尤其是屯区这边的小学们哈，这些附近的亲朋好友们可以注意我们演出的时间，然后都是在上午的十点哈。礼拜六或是礼拜天的上午十点会做工坊的演戏剧的体验，然后到十点半一直到十一点半有一个钟头的儿童剧的演出哈，那欢迎大家。是谁在说话？真的是希望所有的家长哈，把握这个机会啊，因为真的我们最近在台北很多地方演出，那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哇，你们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多来这边演？那我们当然就觉得说，其实因为应该说家长要多带小朋友来看，不只是我们的演出，而是很多表演其实都很棒，但是我们没有带他出来，那没有踏这一步，那小朋友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那也希望趁这个机会，家长把小朋友带出来，勇敢的带出来，高兴的带出来，那他们真的是不是只小朋友快乐，家长也会很快乐。是你在说话？对，是我说话在。不是，是你在说话。是不，是我话在说。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文化烈士下乡啊。那么感谢家长协会会长，以及我们文化局，还有我们其实市长一直在推动这个文化大台中。那这次呢，都欢迎大家到草国小来。如果你不晓得草国小在哪里的话，欧阿兵就是我们的地方。那么我们也配合这次的一个演出呢，大力的宣传，请附近区的小朋友幼稚园，我们做这个 DM 给他们，欢迎他们一起来欣赏做这个亲师生的一个共同一个学习，共同的一个欢乐非常感谢我们文化局。对这次的活动，我们主要是要让协会与同学们与学校们的互动更加的密切，这样这是我们协会这次要举办的一个宗旨，慢慢让我们协会能跟学校方面以及家长会方面能尽一些绵薄之力啊，谢谢。爱吃的真小孩，欺负别人是我专长，尤其是你第八块。